这里面最重要是讲这个主力的秘密。我现在再跟各位强调一下，现在市场上的主力形态已经变了，不是在过去了，不再是过去了。2327 6月14号，700了，被动元件龙头。5月21号625，那从此以后一去不回头，看到没有？哦，龙头都动了，华新科会不动吗？一定的嘛。所以我们也买进了华新科，在那个时候也买进，一样的嘛。你要买国巨的买国巨，要买华新科的买华新科，反正我们就买龙头龙二，哎，就够了嘛。好，再看下一档，打发，今天创历史新高，来到多少？827，6月14号礼拜五，打发涨23块，最高827，再创历史新高，迈向千元。你们看王彤节目的人，就是我的信徒。我的信徒，我绝对保护你们，绝对给你们正确的操作观念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